会到什么？不要了吗？是不是的？是啊，自己讲快点啊！是吧？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药包。没药包？药包长这个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八袋的。八袋的。你也带？东西是谁的？从他那边给你的吧。你也过来，你也过来。接获情知，有某房住客言行举止可疑，警方获发后前往了解，在房内查获一男一女，且发现一杯气味可疑，疑似煮咖啡的饮料，并在房外查获两男两女，并当场查扣六包煮咖啡包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这个味道怎么？要什么？这那个咖啡包，那是泡的。不是的，是啊，自己讲快点的，是吧？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药包。没药包？药包长这个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八袋的。八袋的。你也带？东西是谁的？从他那边给你的吧。你也过来，你也过来。本分局辖内汽车旅馆临检时，接获情知，有某房住客言行举止可疑。警方获发后前往了解，在房内查获一男一女，且发现一杯气味可疑，疑似煮咖啡的饮料，并在房外查获两男两女，并当场查扣六包煮咖啡包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